达少游客中心。杜咪跟我说啊，要找他呢，一定要先找马姐，但是找马姐呢，一定要到伊达少游艇售票处才能找到马姐。哇，这么复杂，这什么关系啊？哎，重点是，哇，我看到呢，整个日月潭都在施工啊，果然是爆红的景点。为什么？因为使用量太大了，所以一定要每天呢处于一种使用然后维修的状态。日月潭，算你红了，好不好？OK， 前面就是国际游艇售票处。听说马姐呢，掌控了，只要上游艇啊，票都她掌控。开玩笑，但是听说她的影响力很大。好，找一下马姐。马姐有在吗？马姐。哎、欸，有这个人吗？有哦，果然马姐的影响力有没有？有哦，去那边是马姐吗？哇，你好你好，好，我刚一路走过来那么多游客，对呀、啊、日月潭果然是一个爆红，也不要说爆红，一直都很红的一个观光景点啦。是哇，没错，但重点我来这边不是要来看游客的啦，是我来这边 你不是说要带我去听部落的声音、啊、没错，部落的声音就要请我们的马姐。马姐，部落的声音是船上吗？是游艇的声音，游艇的引擎声，游艇的引擎声是，我要听一下，因为你知道吗？ Okay, 我们布农族在山上很难听到游艇了、啊，对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来到这边一定要去搭个船，搭个船，对，然后呢，听一下我们部落的声音。是，那几点呢、啊？来，有开船了吗？有，最来4:50，好、哦，这么巧，现在已经4:45，对，哇，太巧了，那我算了。我算得很准了，算了，好，我们50分。那我们去那里听游艇的声音？来，我们到登船处。登船处那边的，好，走，好。